三头之外，是吧？三头，啊，这个呢，最靠近肩胛骨的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叫三角肌的后束，也是大家需要练的。所以需要练的肌肉不只是做一些俯卧撑啊之类的，啊，还要练这个，啊，如果练完之后呢，可以做一些拉伸，啊，或者这样的拉伸。这样呢，三角肌的后束有水平外展，那我们做拉伸的话就做水平内收，就这样的水平内收。好，三角肌的后束呢还可以做后伸的功能，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前屈，啊，前屈，甚至呢还可以让它有内收的功能，哎，给它做一个外展，哒哒哒哒哒，哎，这是脊柱了，把它曲肘曲肘曲肘，拉住它，这样是吧？哎，然后往这个方向做侧弯，脊柱可以不做侧弯，好，曲肘幅度大一点，手摸两个肩胛骨中间，这个手摸两个肩胛骨中间，这个手抓肘，左手放两个肩胛骨中间，右手抓肘，这个手沉下去，三二一，如果加侧弯的话，后背也有拉伸，来，侧弯试一下。继续，再来一次。OK， 好，后背再加一个拱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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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二，一。就是把它练习的位置做一个拉伸，甚至呢我们有筋膜球可以拉伸，可以按摩，还有筋膜棒也可以滚动，三头和三角肌的后束都可以练习的。哇，今天拉伸好舒服。